昨天，徐若瑄迎来了39岁的生日，老公孩子甜蜜相伴，网友们齐齐送上祝福，希望一家四口永远幸福下去。徐若瑄对此感动回应：“亲爱的，你们的祝福我都收到了，一直以来我有你们家人的支持。2014年，我多了新的家人，老公及两个可爱的小天使，我感恩知足，谢谢大家。”今年6月，徐若瑄和老公将在巴厘岛补办婚宴，升格为李太太后，一家四口将定居新加坡。娱乐新天地，大家都要幸福哦！综合报道。